是有屎，我妈是。等一下，我拿东西去。对啊，等一下拿完就掉，他拿了之后。那谁的？我要把鱼钓掉了吗？哦，没带。那是哪一群的鸟？我领。拿那个电灯给他看啊！没有，有灯啊！哎呦呦！过来呀！要签，今天要签。对啊，突然就全在那里掏钥匙要去。啊，他每天都能写东西也是要签的。就问他，他逼我们写50个字，80个字。